别吼了，行不行？这奥恩带没带骸骨啊？这人蛮会跑的呀，他肯定是用 Q 补这两个刀，这是必然的啊。他都不带血瓶，俺们家这啥玩意儿呢？落手打野呀！有点猥琐呀。不行，这努努也去，我去不了，我打不过他。居然敢问我啥时候能不迟到一次？今天我要不是为了给你们直播的时间长一点，我才不迟到呢，真是。啊！这一锤怎么吃到的呀？闹呢！拜拜。打不过我，只能说打不死。不能说打不过，只能说打不死。这吸血鬼无敌了，那落手配发条怎么能打不过小胖子加吸血鬼呢？这不应该。这波停一手吧，鹰有点多呀。赶紧升个五，直接打啊！死了呀！哎，我看最后烫不死啊！这怎么会烫死了呢？哎，我看最后二十来滴血，你知道吧？他回血了，我寻思这应该烫不死，我闪现给他 A 了吧？这怎么会烫死了呢？这计算伤害有误啊！小反甲可以，这波在这儿回城吧。10块钱这波，没事，他的兵线应该控不住。我们来个提亚马特。一双皮鞋把这卖了，出一个长剑。这把是个劣势局啊！我这一看呢，我这一瞅，
这要不是我把这吸血鬼给杀了，还指不定啥样了呢。哎呀！好壮！哎呀，这都能 A 到我！在这等他啊，等个10秒钟左右不出来，应该就是回家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稍等，等他把技能放了，这不是可以杀？W 全放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完了，不是那么特别的肉啊。虽然他出了个小反角，咱们也是能杀的。哎，为啥打我假猴啊？为啥不打小兵啊？应该可以再拆一层，我觉得。OK。这波我们使用一手厕所回城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，借不出三项。发条，据我的推断呢，应该是死。啊，努努死了，你俩是挺能送啊，我这一看呢，插个眼儿，一 A 出九头蛇撞我吃药，看一手啊，这吸血鬼怎么回事呢？这怎么回事？嗯？完了，都玩死了！这波别放大了啊，这波放大不合适，不放了。呀，我应该闪现把这吸血鬼杀了。你知道我为啥没闪现吗？你们知不知道为啥没闪现啊？这波，因为我一开始我没有闪现，我不知道我闪现要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没瞅右边这闪现到底剩多少秒，然后吧，我打完那个奥恩，我这闪现好了才。不开大了，开大费劲，不合适，不一定能打得死，开大容易浪费。这吸血鬼中路不杀不行了，赶紧去找他去。娘的，这么狂妄，给我来来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把他杀了。哎，
这波上路给奥恩了啊，中路塔皮我们吃了。正好我把中路俩塔皮给吃了，这一血塔我给他拿了。挺烦人的。挺烦人呐，我的一血塔没了。这奴奴指定去打小龙去了，但我们这边打不了，这队友状态不行。把三项出了，都蓝剑卖了，咋这么脆呢？这猴感觉，哎呀，这三项出完咋这么脆呢？几条龙了？两条龙。吸血鬼都1700来滴血。我操，真的好脆呀、啊！回上路找奥恩，十秒钟有大，一会儿再去中啊，扫他们一下。吃个塔皮。哎呦，这个痛啊呀！哎，为什么我这 R 没转起来呀、啊？这啥呀？这是？文静，我 R 直接给他断了，他是个屁呀！他根本他就撞不着我，卡了，应该是卡了，据我的推断。没事，我们省了个大招，这波还行。吸血鬼不一定能走，好眼儿啊！这眼儿本来要插过墙的，但是没插过去。这别抢人头啊！这要是抢人头了，俺们可有点亏了。这千万别抢着人头，这人头可不能抢啊！520爱你们。收收兵，对面的一个塔没掉，好大！这努努过来干啥来了？我们杀的瑟芬尼啊，就剩这，哎，这卡莎可以杀啊！哎呀，这奥恩有点战神那味儿了，我是不杀了，你跟他玩去吧，我走了。别走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，打不过呀，兄弟，他旁边有他的塔。哎，可以打。你这跳皮没皮皮来，属实有点让我难受。你要是能给他逼起来还行。
你劈起来我就上了，没劈起来我们就走吧，撤吧，拉倒吧，别扯淡了，行不行？别扯淡了。3250不行，那换这个吧。既然这个死亡之舞钱不够，我们就九头蛇吧，走，打小龙去。这边小龙不能给啊，等我一起。别急。这弩弩挺烦人的，还回了一口。三换二可不太划算呢，应该杀卡杀好了。这弩弩快贴我来，这干啥呢？这为啥不跳弹下去啊？小龙又没了，不是我不打弩弩，那弩弩剩一身血，我先给他收了吧，先给他收了，不有凯旋回血吗？谁知道他妈闪现加啃了一口呢？你说咋整？非得要这是死里逃生，求生一手，非得要整个求生欲。给我上啊，别害怕呀。全死了，拿下，吹把特，打大龙可以。算了，推中吧，大龙费点劲呢，没打野，算了吧，虚区应该不太够。我就感觉这猴咋这么脆呢？哎呦，这怎么死的？我也没死亡之舞，为啥死了？哎呀，这有点烦。这为啥死了呢？他也没有东西啊。哎呀，这不对呀！他 A 出来我那一下，我其实是没死的，你知道吧？这要是龙丢了呀，可就有点伤了。射一箭吧，射一箭，快，射一箭！这不行啊，这队友没有俺们，差点意思。看看啊，这波瞅一眼，他们如果没有视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啊，有视野，那不行。此地不宜久留。
羊刀吗？小龙视野放一放。这波他们应该不能来抓我，没事，我们把线推过去。这个跳弹记住啊，不要把它打了，知道吧？这是我们的逃生工具。哎，这卡莎也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不是卡莎呀，塞纳呀，可以上了。这也太难受了，兄弟们！这傻的啥玩意儿啊？真是！完事四个人就投降了，确实行，确实是行。